里娜。马拉尼，还有两位客人，我听说你们帮忙击败了许多魔物，太感谢了。虽然我们提前做了准备，但毕竟人手不足，魔物还是突破防线冲进部族里来了，好在目前还没有出现伤亡。这次深渊是从哪里入侵的？东边，我们已经查清了深渊界门的位置，只是还没能召集足够的战士去攻打。深渊界门，那是什么？可以理解为深渊制造的门，魔物靠它从夜神之国冲到地面上来，想要终结这次入侵，就必须击溃深渊界门，而且越快越好，否则不断有魔物涌出，再强大的战士也会陷入苦战。是啊，这也是我最担心的情况，而且从魔物的数量来看，这次的深渊界门恐怕不止一个，我们还在侦查其他界门的位置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先去封锁东边的界门吧。旅行者派蒙，我就不客气了，这次能请你们助我一臂之力吗？当然可以，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坐视不管。我代表流泉之众向你们表示感谢，拜托你们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走。阿米娜，你也要注意安全。加速喽！启程。马拉涅，那个就是深渊界门吗？没错，大把手，我们一起击溃它。需要借你我的冲浪板吗？甩尾！新的魔物涌现，应该暂时安全了。这种袭击经常发生吗？感觉你们好辛苦。辛苦吗？确实有一点，不过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。深渊不会在乎我们是否辛苦，除了抗争外，我们没有别的选择。走了，回去了。你在看什么？那边有什么东西吗？对啊，马拉尼，你快看，那个方向还有魔物跑出来。那边看着有点眼熟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会这么巧吧？我们刚翻修完啊。现在应该没有人能支援那个位置，只能靠我们了。我们快去看看。奇怪，魔物的数量减少了。大家再加把劲儿啊！
剑门呢？哎，瞧你问的，我在这里剑门当然已经没了，仓促间我能做的也有限，看看重要的东西都还在吧。你先别说话，好重的伤，深渊正在侵蚀你的身体。真的是这里吗？喂，有人吗？马拉尼，还有阿加亚，怎么回事？我们听说第二道深渊剑门在这个方向。深渊剑门已经被阿加亚处理掉了，但是他自己却……快去叫医生来。好了，别折腾了，我的身体我还能不清楚吗？没打坏什么东西就好。很漂亮的温泉，看得出来是你们的心血。不对，这是我们给你准备的。知道，给我准备的惊喜，对吧？阿加亚，太明显了，你们几个平时见到我还会打招呼，今天却躲躲藏藏的，一看就是有事瞒着我。还有马拉尼，点心是你买的对吧？我跟你说过，不同的温度要搭配不同的点心。别说这个了，再坚持一下，医生很快就来，等你好起来想吃什么我陪你一起做，可以吗？那种污秽的力量会和我们体内的元素之力相互排斥，纠缠相杀。咦，结晶被净化了，什么时候的事情？这是风魔龙因为痛苦流出的眼泪。我这里也有一枚泪滴结晶，你能净化它吗？阿加亚，阿加亚，啊，是指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净化、吸收，深渊的力量正在被剥离。真的假的？从来没听过这种事。行者，你还好吗？刚刚我看到你净化了阿加亚身上的深渊力量，你没事吧？深渊有没有对你造成什么影响？啊，真的吗？哦，那就好。太好了！啊，刚刚真的吓死我了。那我宣布，今天大家各自回去休息，明天再在这里集合。为了庆祝阿加亚顺利康复，以及击溃深渊入侵，当然最最重要的是，为了向旅行者和派蒙表达感谢，明天我们一定要玩个痛快，解散。好。没想到你这么厉害，你这次真的帮大忙了。我都快忘了，你还有种可以净化深渊的神秘力量，之前在蒙德你就净化过特瓦林的泪滴吧。幸亏有你在。啊，你怎么看上去不太高兴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
浸泡在热水中会加速深渊力量侵蚀脏腑，让他的生命流失得更快。听我说，马拉尼，阿加亚的病有好转的迹象，你知道吗？你也知道，他以前根本不能沾热水，现在却能频繁地去享受温泉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还用说吗？喂，别发呆了，我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睛了，有什么事还是明天再想吧。怎么没跟年轻人们一起玩？点心不合口味，还是温泉的水温太高？似乎都不是啊。听说，昨天是你帮我净化了深渊的力量，你看出问题来了。唉，我本来想多瞒几天，至少不要在聚会期间扫兴。没想到还是暴露了。哎，马拉尼。对，陪我出去走走。阿佳亚，你们去哪儿？出什么事了吗？能有什么事？太吵了，出去清静清静。你们先玩，等会儿我们就回来了。点心不够吃的话，那边的盒子里还有，都是早上刚烤的。那我们不客气了。马拉尼，啊！时间过得真快啊，一眨眼，你都长这么高了。回想起你在温泉里为非作歹的那段日子，仿佛就在昨天一样。你爸妈最近还好吗？他们在外地进货。哎，到底怎么了？神神秘秘的。旅行者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你们两个今天都有点奇怪。还是我来说吧。其实这几天我来泡温泉，并不是因为我的病情有所好转。昨天我独自去对抗深渊界门，也不是因为我鲁莽到忘记了战士的原则。我的身体快撑不下去了。虽然多亏了这位异乡的旅者，昨晚我没有死在山洞里，还来得及与你们一同参加聚会。但我想，多半也就是这几天了。温泉水啊，我在争分夺秒地感受它，珍惜与它相处的最后时光。马拉尼，在人工温泉，你跟我说，不管有没有我盯着，都不许再做这种事了。那一瞬间，我隐约有种不好的预感，但我没有多想。我很希望你是真的康复了。对我来说，
康复与死亡并没有太大区别，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。和从未复活过的你不同，我和死亡已经是老朋友了，与故友相见没什么好难过的。如果说之前我的心里还有些许遗憾，那就是眼见娜塔的局面越发危急，我却因为伤病再也无法赶赴前线。不过这个遗憾昨天消失了，不只是因为我在生命的尽头仍然能与深渊作战，也是因为见到你，马拉尼。我意识到自己不必过度担忧流泉之众与娜塔的未来，你可以将大家团结在一起，哪怕我并未受伤，也终归会有老去的一天。我已经做好了我该做的事，接下来就看你们这些年轻人了。记住，无论生死，我都与你们同在。阿佳亚，看来你已经想了很多，我明白了，谢谢你能告诉我这些。我会尽我所能保护不足，保护娜塔，就像你一样。你是我最好的榜样。很好。另外，旅行者马兰妮，如果你们有机会见到火神大人，可以帮我把这个转交给他吗？陪伴我一生的护身符，就当是我留给他的遗物吧。虽然这话在我还活着的时候说有些奇怪，当我在前线战斗时，他给我带来了好运。后来我因伤病无法继续战斗，也没有将它摘下。我相信这里面一定寄托着我的思念与意志。替我转达给火神大人，他自然明白我在说什么。放心，这点小小的要求我们肯定会帮你实现。嗯，那就没什么别的事了，回去参加聚会吧，我可不想把最后的时间浪费在伤感上。旅行者阿佳亚马拉尼，再不来的话点心要被吃光了。你们几个不要在吃太饱的情况下泡温泉，喂，听到没有？人生本就是无法回头的旅程，放心大胆地向前走就好。两天温泉总算是恢复过来了，嗯，要是没有深渊突然打岔就好了，真讨厌。不过幸好之后过得不错，终于有种度假的感觉了呢。骑游龙也很听话，经常来找我玩，肚子拍上去也很有弹性啊。也要多亏了阿佳亚烤的那些点心，真的好好吃，早上他还塞给我一些让我带着路上吃呢。和遇到我们的时候一样呀，有小孩子往温泉里扔石头，被他抓住了。我看见他在训斥那些捣蛋鬼。怎么样，昨晚睡得好吗？挺好的，这地方住起来很舒服。嘿嘿。
等下我们可以去海钓，钓到什么晚上就吃什么，新鲜的鱼烤出来香喷喷的，可美味了。喂，马拉尼。啊，我在，我在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就在刚刚，我们前往学业者战争的队伍已经回来了。卡奇娜呢？她也回来了吧？就是卡奇娜，她在交战中不幸牺牲了。不过别担心，最后她的小队赢得了胜利，接下来就会在圣火竞技场举办还魂仪式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赢了就行，毕竟是第一次，面对狡猾的敌人，难免会有失手的时候。是啊，这下子他也算扬眉吐气了吧。谢谢你把消息带来，我们等下就出发。哦，听他的语气有点着急，我还以为出事了呢。你说深渊狡猾，他难道不只是想破坏一切吗？如果他真的有目的性，那比起突然攻击流泉之众，还不如直接让这些魔物也去袭击巡夜者战争的小队呢。啊，我没有想让他们遇到危险的意思。我明白，深渊确实是一种匪夷所思的东西，从表面上看他只想要破坏一切，因为不是生命，所以也无所谓逻辑与计划。但是在纳塔漫长的抗争历史中，我们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500年前，深渊入侵了整个提瓦特，这个你们知道吧？嗯，那个时候不只是坎瑞亚受灾，每个国家都很惨。纳塔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，在当年的火神以及众部族英雄的齐心协力下，我们终于击退了深渊。但深渊所留下的影响，我们花费了几百年才逐渐解决。流泉之中的水受到污染，回声之子地下涌出灾厄的泥浆，花语会吹起了永不停歇的黑风，这些灾难就好像是为每个部族设计好的。没错，我们本来都认为深渊的破坏欲是一种原始的冲动，但它实施破坏的方式又充满智慧。后来我们认为，因为深渊侵入了夜神之国，时刻都在读取这片土地的记忆，所以才变得凶险又狡猾，就像是对你们了如指掌。是的，这也是久久无法将它根除的原因。不过所幸的是，在这么多年之后，深渊给部族留下的问题都被一代代的火神解决了。现在每个部族都欣欣向荣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前几天的袭击也被我们联手击退了，不是吗？是会为了无可避免的牺牲而难过呀。战斗是为了不再战斗，牺牲是为了不再牺牲。这场漫长的战争对我们而言，说是责任也好，说是使命也好，说是负担也好，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同。但我只是觉得，未来的某一天，深渊会被彻底根除，所有人的努力都会汇成一篇宏伟的史诗。等那时的纳塔人从歌谣中再度唱起我的名字，我觉得是件非常浪漫的事。其他人也是在为心中各自的向往而全力以赴吧。欢迎欢迎，纳塔最欢迎的就是英雄。走吧，我们去圣火竞技场，海钓就等回来再说吧，拉上卡奇娜一起，大海会等我们的。